大家好，我是团子，我是雨落，我是秋人。我们这次请到秋人组来参加我们的这次动画猜谜，耶！本来是想说要考2021年的动漫，可是没想到的是啊，左边的秋人集团三位呢，对于2021年似乎没有太深刻的研究。就是想说，我都喜欢看烂俗后宫漫。然后你是这样，你是东映蜘蛛人一直在看这样吗？Spider Man。所以我们这次的题目啊，我们改为2016年到2021年的话题性动画哦。那我们这次会有惩罚游戏，惩罚，放心，你们那一组被惩罚的可能就只有他而已。那我们这次分成我们的懒散组和我们这个秋人组，这次我们赢的一方可以给输的一方定一个称号，那下一次进来这个影片猜动漫谜的时候就要用这个称号来开场。我们这次的动漫我们有25题，我们一题用1分，最后看谁的分数比较高啊。那我们就开始我们的动漫猜谜了， GO！ 那我们第一个部分是我们猜人物的部分，你只要讲出他动画里面那个人，你讲出来让大家知道他是谁，你就可以得到一分。 OK， 好，第一题。第一题，这啥小啊？这是什么？这是奶子吗？这是布吗？懂。我讲动漫迷，你要按啊。哈哈，是不是那个弹丸人破那个超高校级赌博的那一只？名字对了，名字。名字错，作品对了。弹丸论破那个超高校级侦探吗？对。哇！为什么是长大的啦？我不行，长大啦。我啊，红衣服看不出来啊。我还只记得黑色衣服。对啊。One two boy。那个魔法水果篮女主角吗？叫什么？我还没看。这样可以算他过吗？这样可以算他过吗？你们都知道是谁对吧？大概可以了。好，出题者给对就好。好，没关系，没关系。好，这算你的。第三题，奇龙动漫会变很派吗？干我！干我！我也记得。哦，我知道他谁。那个什么？哪个什么？等一下，按了之后5秒没有答出来，他妈！你又点了。那个，刚刚动画名叫什么啊？想不起来。1秒过了。公，你苦与共生的苦同学，女主角。对。哎呀！两个对了。哇！第四题。兄弟，你谁？你长得好像开钢弹。好像班尼特。不是，他好像玩战斗陀螺。呀。对啊。No fucking young boy, bro。黑色五月什么？是干人家白头发啊！人家会说伏地挺身跟仰卧起坐。太说了。文豪野犬里面那个他叫什么、啊？会吗？不是，他看起来就很热血番啊。好，第二阶段，真的看不出来。那个火之蓝香扑男主角。对。啊！他那个内裤出来了。大太刀，大太刀。第五题。来拿 Zenon 那叫什么啊？脚的那一只那个，那叫什么啊？到底想说什么？那是木乃伊，可以吗？对啊。好，不可能吧？他叫什么？伽马。他叫伽马。我只看了一集之后，就好像第一集不好看，第一集不好看。开机器人之后就好看。嗯，好，没关系。OK， 可以，下一题。第六题，我都没有答到。哎，我知道。文豪野犬中原中野，对，帽子笑，我看到他的胸前那个袋子，我就知道。第七题，那个堕天使加百列的那个哪个大飞了，反正我是对，白毛，我怎么可能看不出来呢？我知道。第八题，这是谁啊？哦，我知道，游戏三人两的那个中一个人。但是我说不出他的名字。没有，你讲错就换我了。好，对不起，我错了，给你。是不是双马尾那一只？操你妈！这样不行啊！双马尾那一只，这样算吗？我不可能吧？太慢了，真的，我已经想到都是叫出他的名字。我刚刚看那个，我以为是《标志男孩》里面那个很恶心的那一只。是啊。来，下题。我们遇难的那个女主角。差一步，我已经没有，让我第一开始想法是什么？蓝色眼睛，金色的头发，她好像五彩啦，但是她已经你说学姐是不是？注意入导又在错，没错，
来是不是？哎、欸，不对，我想起来了，不太对，有血。拜祭司，拜托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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末日时是否来拯救一下什么的那个女主角？嗯，她太长不想念，可以吗？答对啊！没看末日不知道在干什么，只好来拯救。你看名字也超长，超长，好，完了，现在就是已经六比四了。哎、欸、哎、欸，你做事吧，你也做事了。okay, 那我们下个阶段是我们音乐题，音乐题哦，我 O P E D 都跳过，完蛋。我们这次有可能会有 OP， 也可能会有 ED。你讲出他的歌名会加分。讲歌手太简单，可是歌名会加分。歌手加歌名，你放心啊，我讲不出歌名。来来来。我猜一个 VV 吗？我没有印象，这个我没有印象。我也没有。我再猜一个八六不存在的战局。OP， 我觉得这是 ED 哎、欸。他没到。需要提示吗？好，提示。2021的，我们全部都混在一起。2021的，那可以，你可以打了。公布了，你可以打了，我们真的不知道。单了，单了。不灭了你，看我这么虐，我知道这么虐，所以我没看。好了，没关系。送你啊，送你啊，送出题者一分。我们准备好第十二题了。对对对。哦歌名可以加分吗 ？OP， 我知道歌名可不可以加分？你讲出来的话，给你一分。哦，好，加一分，加一分，多加一分，加一分。我们还是领先，我们还是领先。来，我们带鱼帮你穿过啊！来来来，没有大问题啊！加你，加你，加你，加你。躺平，好开心，好有心动的感觉吗 ？Doki，Doki，Doki，Doki。纯神吗？不是不是，等一下，就真的是。好熟悉哦，是 Amber 唱的，但是我却不知道他，我忘记这首。你知道谁唱的？Amber。我没印象。我没有印象是什么动漫啊，因为我只听歌，但是我不知道他是什么动漫。好像没印象是什么。我知道了啦，那个假铁城吧 ，ED。耶！ Yeah! 我就想起来了，突然想到那个列车，那个抹茶蛋糕，无限列车啊！哦，不对，错了错了错了，错上错车上错车。第十四，第十四，好熟哦，我这是去年的，好像有听过。想不起来，干，好像唱，好像唱那个什么，难道？好，刀剑神域哦，刀剑神域 OP 不是，不是，没有，他是有这个歌手有唱过，但是不是这首，是今年的吗？去年的吗？2021的吗？哎，不对，不是，干，听到这句话就。又不是了，好熟悉的，我真的猜不出来，反正我脑袋里面有那个五指转身，不是，还是五指转身，全都是同一个，全都是大原唱的，操你妈的，什么啊？我看过了，好吧，那你公布好了，我们不知道，怎么办？我有，我心里还有另外一个答案，我觉得他公布一定会很干，我心里还有另外一个答案，你答。转身成暗杀者，错，没的吗？不是，好，没关系，那结束，你可以公布答案，我记得一定是很熟悉的，一定很干。我看，这个我只看漫画，这个我都看完了，白痴哦。那我们继续第十五题。哇，我突然想起来，这是，干，我听到这个歌，我马上想起来，但是我现在就不知道。五秒了，继续。什么啊？好爽。Fate Grand Order 那个魔兽战线。啊对。哇！我忘记出题的是 Fate 出了。音乐的东西不可能，我耳朵会长茧。可能我要等一下。手给我离开。要按第十六。这个绝对是 ED 啊，这不可能是 OP。我就听过。我先猜，你先猜。是不是邓紫棋的 ED？ 几？二。
答对。耶、yeah! ！你知道为什么我知道吗？因为我朋友一直考我这一首，我每次都答错。你如果他不 OK， 我马上可以答出来给你。Now forever, just burn it out。哎、欸，不是水珠奈奈啦，不明我，哎、欸，我明，哎、欸，新的那个吗？对，我明，我觉得应该是一，哎、欸，反正你现在已经有答案啦、啊，那大家就开始你有，恭喜吗 ？OP 二，因为这首，这样要算吗？这样要算他吗？不可以算他吗？谢大哥，谢大哥，没有办法，他自己答错。我都听歌，你不能给他机会吧？他们两口都嘴住在那呀，怪我。他们现在在内讧。好，来，我现在认真。唱赢。陆坚同学 OP one， 不是错。陆坚同学 OP one 绝对不是我，因为我记得。路人超能一百 OP， 没有啊？错，有错。陆坚同学 OP 二。我脑袋里面想起来，你为什么不准他？你为什么不准他提示完的宝贝？没有，我只记得是他，可忘记是哪一首。没想到的是你的队友现在。我只记得他录了超能一百跟这首完全听起来像。你是雷，你是雷包，没关系，没关系，没关系，就。又是滴答声，到底多喜欢滴答声？VV 吗？错。你们要给个提示。2019的。2019的。嗯。更迷人。更。我脑中浮现的答案比这还久。在一个不上不下的年代。在一个大家会遗忘的年代。对。大家都只会就跟考试一样。2019考试要没看头都会中间有赛。我觉得我真心不知道。但这首歌很赞。我不是没看，就是跳过了。好，这首歌不知道。好像电音舞曲。没有影响。好，你公布吧。公布吗？答案是什么？这副我知道，买小说我还买了一整套。我知道为什么我不记得？因为动画做的太烂了，他全部都改那个3D 模组，好丑。现在几比几？现在我们10-7啊，我们七你十啊。你可以后面反超我、啊。那怎么反超啦？音乐题快要不见了，我快要输了。这就是最后一题了。热情传说，情热传说，风之歌。哦，看对，哇哇，不漏唱的，他直接打一步，打一步。他有讲歌名吗？有，有。我记得他写《风之败》，他直接加两分。对，看你们要反超了是吗？哇，九了。最后五题是给大纲，你猜动漫。哦，好，他会给我最多五个提示。来吧，我准备好了，21题。来，第一个。校园智商，校园智商，智商小，干，你不可能只有这两个就可以猜到，有这么多校园智商的个方向吗？OK， 好，可以下一个，我先来下一个，这是什么？超小，这是他这部作品里面超，我不会念啊，一个名言，你的猜有有多少是多少？欢迎来到实力智商教室。哇，你好坏哦！谢谢你，谢谢你们，你们在后面终于开始奋发向上，我好开心哦。他队友好凯哦，我的队友，他没有个作用的，零贡献。那我们现在追平了嘛，追平了嘛。好，哈西勒，来吧，22哇塞，我们准备好了，下一题，来。上班族恋爱搞笑，好，是真的假的？这么快就有第一？仔仔恋爱太难。不太对了，好扯！你以为你可以超越我吗？不可能！再一次，23。搞笑攻略啊，这样很平常。慢慢，我先猜一个。通俗哎，我先猜一个，是不是转战 SM？ 好吧。手机血啊。再一个。是这游戏这年头的动画游戏广告那么多。好，小吉来第三个。内田真理很多哎，超多哎，干那个什么。那什么大小姐那个反，算你是指那个反派大小姐的那个吗？恶意反派大小姐在什么？那个什么避免破面结局。当我听到转身搞笑是一款游戏，我一听到女生的声音内田真理，我把脑子翻译你就是大小姐，但是我没有看这个番24了，算两题，敢不可能，我两题一定要答对一题，结果平手才可以平。
充电总是要这样子，没有没事，我只是想要打充电总是那个什么吗？为了女儿，连魔王都干得掉那个吗？没关系，下一阶段，下一阶段。先口语一下，我知道他名字，我知道这没什么印象。我也没印象。下一个。啊，小叔吃啊，小叔吃上课上课下。下课上，下课上，下课上，可以吗？好啊，贡献，贡献，不要，不要，最后一题我一定要答对。其中不是每一种，敢是废话。上学，每个动画，每个动画一定都可能用名。其中一首，没关系，然后第二，第二题是，再来吧。下一个，女主角的名字关于出去。灰夜大小姐的那种天才恋爱头脑在哪部？哇！那要加分题吧？加分题。现在你随便播一题一六到二一的动漫歌，然后我们猜，答对就直接赢。哇！那你要选好一点呢。OK， 好来。我信赖普拿腾。丁，我信赖普。我最信赖普拿腾。谁？哇，谁比较快？紫阳花园。嘎，白痴啊！为什么？再一题可以吗？给个上诉、啊。再一题吧。可是你又赢了，那不就平手？那就再一题。没有啊，再一题真的定生死啊！我就做最后的加码。那我刚刚猜是干嘛的？对啊，你要再确保啊！你是不是输不起嘛？快点，我输不起。我不知道你输不输得起，反正我输。来来来，再一题，再一题，再一题。是这首吗？这首是广告吗？不是，不是广告，这是那个啊，炎炎消防队的 ED 啊。耶、yeah, ，我扳回一城了。没有。耶、yeah, ，好帅。OK， 这是我想要的结果。那你要针对谁？还是两个洗？我知道，两个臭仔。没有意见吧？没有意见。没有，就这样，那就这么决定。下次就是大家好，我们是两个臭仔。好、哦，那喜欢我们这次的影片吗？喜欢的话，订阅我们，然后开启小铃铛。然后粉丝团也记得按赞加追踪哦。我是两个臭仔，我是敲人组，福利可以给我用，但是订阅数要往。